谢谢大家的关心。黄家谦婚变后首露面，低调回应现况，快闪离去。有曾国城、黄家谦、窦智孔、詹姆士、范逸飞、娘娘所主演的音乐舞台剧《摘星米其林》本日首演彩排。为什么不能轻易将你忘？那我是美艳女老板，看得出来吗？他们都点头哎、欸、，OK，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。不要这样嘛，我难得、啊、难得可以当一个美艳女老板。对，也是黄家谦传婚变后首度露面，本来有询问是否安排媒体联访，结果被技术性拖延呐、啊。最后我请那个舞台组，你把大家把那个，请把桥调到中间来，他们六个演员在这个桥的前后左右，我们那个主角做一个合照。那然后场景给我刚刚那个 LB 他跟那个的场景，来舞台组来，请赶快把这个调到前面来，然后这个麦架移开来。好，因为我们时间非常有限啊，那我们就来六位演员。哎，对，好，大家就桥上桥下倚靠着，各做 pose 吧，来上上，然后啊，给我一个美美景，然后那个光帮我那个安徽光帮我打匀，麦架移走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没有时间了，因为我们时间真的非常有限。经过媒体几番协调后，黄家谦低调现身回应，谢谢大家的关心。然后现在应该就是，已经开始有走用司法的程序也在进行，那如果有适当的时间会再跟大家说，那我也很希望就这件事情可以赶快很平安的落幕。然后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想这一次希望大家可以注重在这个戏上面，这个作品上面，然后因为大家真的是第一次在使用这个场馆，所以我们的心情是很兴奋，也很期待要做这个演出，希望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工作上面。谢谢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好意思，我没有，我就刚刚这样说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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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。八采访组采访报道。